蔡中威主任委员哈，还有十五个团体，啊，传着是叫今年讲讲这个共同的这个主席呐，是咱上帝公哦，上帝公啊，有甲上帝公啊讲了真侪故事啊，过来啊，过来甲大家讲一个上帝公，他无同款的故事哈。咱看到上帝公啊，就是咱第十八代啊玉皇大帝的这个传人啦吼。啊，嘛有一个啊，较无同款、较简单的历史的故事。咱个上帝公，嘛看吼，看做一个人格啊，是一个屠夫吼，就是伫咧杀鸡啊、杀这个牛啊，这个屠夫啊。啊，有一处啊，啊，咱这个观世音菩萨啦，转身啊，化为一个长裤吼，啊，感动着啊，咱这个上帝公做吼，感觉啊，遮尔啊多啊，精灵吼，啊咧在杀吼。是感觉非常的无得当吼，所以啊，伊就需要吼，去把家己的龟那个肠啊，那个蛋龟中吼，那个蛋龟中，啊，但是啊，他无去想到吼，伊的龟甲伊的这个肠啊吼，转换做啊是这个啊这个古怪，啊这个大声吼，啊来流传这个世间。那有看到上帝讲伊的真心吼，拢无成为啦。是的，也就是思想吼，啊，进入这个啊，这个龙脑吼，就是伊个做代志是足有效率的这个武器嘛吼，伊就是看到要来收吼，这个拄只叫做抓怪吼，啊，再安尼赶紧出门啊，无穿鞋啊，啊，就是去收吼，这两将军吼，啊，到即马呢，咱这个啊，咱的拄只啊，咱的这个抓怪吼，那在咱的啊，准备讲的这个和平。做对伊个将军吼，啊来庇佑着啊咱这个万民，啊会当个平安，当个顺利吼。感谢，感谢着咱上帝公啊，对咱老百姓的这个庇佑吼。啊，上帝公啊，对个宋朝、明朝吼，就是啊，在咱这个古中华传统文化内底吼，非常有足侪这个传奇的故事。含挂着吼，武当山的这个张三丰吼，一共红中。公的主神哈，那其他从这边做了哈，谢谢。